声我对讲阿门，所以请我下伫咱的祈祷，咱的心。啊，伫我要开始的以前，爱甲咱大家讲，新春恭喜，新年恭喜，快乐吼！我感觉讲咱唔在有真正有恭喜着，还是真正有快乐着，都是希望咱的头前的目标是会亲像安尼。早起我特别爱甲咱三甲想一句的圣经在，就是预备来的第四章第五节，预备来的第四章十六节。所以咱着好胆就归稳定的座位。通受怜悯，也得到稳定，最及时的帮助。伫新春的时阵，阿公一挂迄个较俗的，无真欢喜还是快乐的故事，点菜较好，都是我想讲。可以也着爱有当下来参加想，想到底咱是着爱安怎样来向头前行新的路。创世纪十九章十五节遐有伫讲起一个故事，就是罗德阿甲伊的查某囝。阿甲罗德的某，上帝派车神、天神来带伊。阿罗德那就唔爱行，都是天神硬都解救咧。啊，佫将因两个查某囝拢解救咧。啊，对迄个所多玛、蛾摩拉迄个城市出来，因。天使来讲，讲你唔通白头去看，你得爱向前一直走，因为上帝在要降灾厄，伫所多玛蛾摩拉。天使一直解救伊，爱因就对伊。我想罗德的某，那时阵心内想讲，真唔甘，因遭有偌济宝贝金器。偌济好物留伫厝里，啊！伊毋知偌济好个遐个前教呾所做个好个艺术个物件，还是好个逐项，予伊个心感觉讲啊，足无彩，我离开袂去。伊安怎？伊越头过去要看伊家己所放落迄个物件，迄个时阵。照圣经所在讲，我已变作羊条，就安尼，煞变作袂当甲别人，袂当甲伊个丈夫、甲查某囝做个向前来行新的路。啊！伫这个新春的时阵、新年的时阵，爱、啊、特别予咱会记得一句典故的话术。我的本来的题目是叫做 Let Go， 那个 Let God， Go 咱知影讲是客气啦吼，啊 God 是上帝 ，Let 就是讲回去啊 ，Let Go， 啊 Let God 就是讲放弃啊，就是不忘上帝，教我上教去的，教我上教。我想这不是真歹记的英文 ，Let go, let God。这个罗德的某，都是袂当 let go， 伊都在想讲啊，遐物件，遐好物，我袂使放掉，都是安尼，伊的世人，啊，伊的生来才就安尼，变作无好无好。无将来，咱有一个歹的习惯，啊，特别我的厝内
有当时会感觉讲是确实安尼，就是安那，真爱物件，那摕来，啊，都爱要甲饲咧，无爱放。我甲人学电脑，啊，伫写文章啊是啥，啊，讲人真早就甲我讲，讲电脑内底唔通藏伤济，啊，藏了新的物件煞袂当入，你旧的物件都爱清。啊，若无新的物件，袂当搁放伊进来。我想咱的厝嘛同款，咱的物件买，啊冰箱啊，侪侪物件一直囤，囤了到尾啊，煞变作讲厝袂大滴，冰箱袂用滴，就啥啦？咱就爱 let go 回去啊，免想。毋忘心的上帝要甲咱开咱的心的路，放回开。我真有一个印象真深的，就是讲有一个老母，啊，伫迄个泰国迄边的迄个大的水难民的时阵，哎，看水难民来，哎，两只手，啊，两个囡仔，一个六岁啊，一个较细啊。啊！水在要冚落来，冚落来时阵，伊看一丛树啊，要甲伊起，总是无法度因两个囡仔，哎，祈祷，啊，将你将大汉的甲伊放回去，祈祷讲啊，希望上帝会甲伊引出。后来去找，该在讲伊放伊去迄个囡仔。上帝甲伊照顾因串，可以甲去伫别个所在，伫遐起了一丛树啊。所以伊两个囡仔拢得着拯救。要紧的就是讲，伊迄个时阵呐，无将迄个囡仔甲伊放弃，伊家己各一个囡仔也是失了生命。要搁讲，伫这个新出的时阵。咱唔通还搁在想讲我旧的代志，我旧的事，我旧的物件，都爱甲去掉。主就要甲咱开新的路伫头前，咱也唔通看迄个头前来行新的路。咱伫个积德、咧积资、侪侪钱财物件的时阵。也常常执着鬼甲神，鬼神。我想讲，咱若在讲，敢有影有鬼甲咱相佮滴咧？有影？你敢无看讲有啥物鬼呢？讲有迄个泰国鬼、垃圾鬼、外交鬼、酒鬼、奸鬼、妖鬼、不死鬼。啊，不生不死的不死鬼，啊，有啥物邪呢？有邪神啊，有妄神啊，啊，鬼神啊，爱困神啊，变大神啊，唔神的神啊，歹目神啊，风神啊，火神啊，了火神啊，吼。假神，也后假神，所以咱伫个生活个内面，即个鬼、即个神，都该杀杀无出去。咱伫即个生存个时阵，要赶鬼，要将遐歹个神该赶出去。总是赶出去了后吼，最要紧个一项就是讲，唔通互你个心变作空虚。路加十一章第二十四节以后，伫讲起一个意思，讲鬼吼对一个人的心出来了后，爱去各所在去游去行，行了讲无好的所在，通去看，通去躲，伊就搁倒转来，看到讲伊本来迄个主人，这个鬼走了后，伊带心甲扫互清去。扫好好势，我啊，真好！你即马即个
这个主人，我阁招一寡鬼来踮在伊个内底，迄就是一个耶稣在讲个，讲恁个心唔通该放回，全力做空虚。要紧就是啥物？伫迄个空虚个心个内底，你都爱会记，都爱有主耶稣伫搭，都爱有上帝听上帝心来踮伫咱个内底。咱的心是亲像一个祭坛，耶稣基督予人奠基就是伫个顶面，是会使哩表示讲伊是一个活活的祭司，啊伫祭坛顶是伫个去受奠基。咱知影较早的迄、那个。犹太人伊的习惯就是讲，若要献予上帝，烧祭都爱家己烧，一整个烧好了。咱的伫基督教会的礼拜堂内底，伫讲台顶面，伫这个台顶面讲台做一个中心，都是天主教，还是圣公会，还是卫理会。较上伫后壁是啥物？就是祭坛，圣餐就是去祭坛去摕，啊，就是咧表示讲主耶稣基督是伫迄个上帝祭坛顶面献家己本身。咱做基督徒，咱的心也着爱亲像迄个祭坛。啊，咱的心就爱亲像伫迄个祭坛的顶面，可以徛起，可以踮伫迄个祭坛的顶面。咱特别入去伫稳定的宝座，就是即个希伯来第四章十六节，遐在讲讲，咱已经有一个祭司头，啊，迄个祭司头，甲咱同款有受过试。都是伊拢无犯罪，迄个祭司头真可靠。啊，伊特别予咱伫伊个祭坛顶面，就是迄个稳定的宝座。咱来就近迄个稳定的宝座，啊，通受迄个稳定，甲受迄个祝福。咱伫即个稳定的日。应该就要得到迄个稳定的帮助。较早我捌听到一个故事，讲一个老阿伯，哎，不是爱打物件，啊，伊到啊有一摆一个塞车过，对伊来讲啊，你打迄个打安尼，我互你较轻松咧，啊，叫伊讲爬起哩迄个车过顶面。哎，别给你拖过顶面就要晒，伊讲搞不打的。哦，拖过，有专手甲讲，你唔免打啦，吼、哦，你将你甲放落去啦。伊讲我吼、哦，都有头坐，这有头坐都真好啊。啊，这打坏也搁会砍得打，咱唔通是这样。咱在扛心，咱在。别看咱家己坐起伫稳定的座位顶面，这就是咱今仔日所得爱修的一个教。咱特别来求问耶稣基督，咱的大祭司的是阮的顶面，是阮的座前的是。咱唔通阁想讲咱的担头，咱的跨路，咱的罪过，咱的烦恼。啊！咱的所有过去的遐，甲咱高高伫遐的刷杀，拢解脱。你家己，你的心，家己本身，对起你上帝稳定的做前。安尼，咱才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啊，甲上帝稳定满满。保罗在罗马书的内底，
我遐哩真好议论，啊，神学一直讲一直讲，啊，讲侪侪遐神学的基督教的要点。总是到第十二章头一节的时阵吼，伊讲我坐到咱公家的吼，遐唔是上要紧，要紧的就是啥物？讲所以我肯定就献恁家己，做祭，我的祭。啊，很有上帝。啊，就是安尼，你听这个道理，你受济济迄个宗教的教育，遐也毋是要紧，要紧就是安尼，你就爱将你家己本身做活活的济，济很有上帝。就是安尼，你个人的所行，就是你的活活的济。啊，这就是你心灵的服侍。啊！伫言语内面，你讲服侍吼，礼拜就是叫做服侍。啊，迄个言语讲 service， 恁的心灵的 service， 讲恁着将恁家己本身做做偌济献伫迄个祭坛顶面，安尼这才是真正的礼拜啦。你来礼拜，就爱会去讲，这就是你的真正的礼拜。我去到美国，已经我离开英国教会，就是去美国，已经五十几年外，已经遐尼久啊。那迄个五十二年的中间吼，我有帮衬侪侪啦，真侪人啊，但是欠亏，什么欠什么帮忙，我都简单嘛。啊，有人吼。真好，伊安尼会去，我甲伊帮忙啊，不是少了，啊，就甲我交陪。有个人哦，做伊去啦，拢毋捌阁看到伊个面，也毋捌阁听到伊个声音。我啊，久以前有一对夫妇，啊，伊有一个查某囝，啊，这对夫妇来求我个帮衬，讲看会当予伊个查某囝会当。家具换新，会当真正放下过去的歹，啊来做好的基督徒啊！我就该放下，都是予我偌大失望。迄查某囝，较早还细汉的时阵，我捌甲伊做伙，也捌教伊个英语，那是伫日本的时阵。啊，这个查某囝。已经生前差不多三十多岁了，伊就不是家己的爸母靠，念伊一万，念伊两万，念伊五千、八千。啊，伊的爸母甲伊讲讲，你去叫张老师甲你帮忙看，会当甲你安怎帮忙？我甲伊，我讲你。到底你在讲，即马要阁欠一万，啊！你的爸母讲袂当予你，啊，叫你来找张老师。我甲伊问讲，你到底遐钱是创啥？我想伊是用骗的。伊讲伊遐钱去跋筊，啊，欠人的钱，所以讲要甲我提钱。啊，我就因为体谅伊的爸母，啊，伊的爸母啊，讲一定要还我，所以我就。就甲说嘛，啊，将钱借伊。啊，怎啊借？我会记哩，敢是借伊六千五。啊，伊阁过讲，无数也无够，我得爱阁三千五。我讲你唔通安尼，你我借伊个时，你也无写借条来给我，你得爱来。我得爱你甲我写借条，我才阁过，才要阁。伊唔啦，啊，佫陪我打电话去伊个公司，伊一句就甲我讲，你这个人，你袂使你伫我伫做工个所在打电话给我。我讲太有这个代志，伊讲你安尼做，就是在甲我困扰，英语讲 harassment。你给我 harass，
我讲哪有这个代志？你对我提钱，啊，我伫甲你讲，你着爱来找我。啊，讲安尼就是伫 harass。后来我甲伊个父母讲，讲你吼，这个囡仔都爱放伊去啦。这个囡仔唔通，佮大汉讲伊呐哀求，伊呐化艰苦，伊呐化化救命。啊！你都钱都可以，你都爱当。我讲，哎哥，我给你的查某囝，放伊去啦。啊，放伊去，唔是无替伊祈祷呢？放伊去，唔是无家己关心呢？就是交代上。所以今仔日我就是要爱教咱大家，靠，讲你前到呾，无论你。偌济好米，偌济积聚，还是偌济，拢该放伫后面。要紧的就是向头前，上帝迄个施恩的补助，上帝这段要爱你去，你着空心，你着将你的心带来，啊，将你放伫迄个施恩的座前，座的顶面。在这段的你就要得到要来年冬的福气，年冬的稳定和年冬的休息。愿主耶稣基督跟你在地，让你会晓放下去 Let go， 让你会晓 Let go， 让上帝来跟你相交谈，相交来祈祷。要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切耶稣基督来做我们好的牧人，也做我们的迄个施恩的主。这段，你邀请我来，让我们变成做新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忘记，咱已经换新了，让我们。用新的心情、新的志气、新的方向来站起在你的这段顶面，让我的家庭、让我自己本身有那个在这段施恩的座前那个大的稳定跟我们相佮行，给你今年引出我们行这个差目标在头前的这个路，让我们的信心会当有头有尾，直到伫就行伫你的旨意的顶面。我求你引带甲保守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门。阿门。三个来应答学生。